接下来呢，我想你们应该已经进来到这个内政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，然后里面他又把这个人口资料，它分成个月人口资料、历月人口统计资料，然后年度县市及全国统计资料，然后出生对不起，三是这个三，然后四是历年全国人口统计资料。好，那你会说有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今天你不能你到这边随便下载，不可以做这种事嘛。好，那我现在我下载的是这个历月，那接下来我选择的是这个历月。好，它这边后面刮胡是标那个标时间是8701，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要下载的是这一个，现在要下载的是这个县市村里零户数及人口数。可是我希望我们到时候至少要做什么性别、年龄，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出生、死亡、结婚、离婚，还有那个结婚按照原属国籍，反正这几个我希望都要做完。好，认养、收领什么，可是我们先做第一个，先做这一个县市，就是历月人口统计资料的县市村里零户数及人口数，然后点下去之后，它有两种 Excel 都可以读的档案，就是 Excel 跟 ODS。我其实建议应该是给 CSV， 因为 CSV 里面全部都是文字。好，那因为它给的是 Excel， 那我们就使用 Excel， 然后111年下载。再点它110年下载，再点它109年下载。好，请把它全部都下载下来。要下载多少呢？要下载到这一年，这个87年，可以吗？请你们把它全部都下载下来，因为我们只是在跑程式而已，你下载越多资料，其实那个只是处理的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下就好了。